欢迎回到新北新闻网。石门区的王公桥83年完工之前，发现有油漆剥落锈蚀的现象，景美公务段是赶紧办理油漆涂装工程。而主跨的部分，先前在104年已经涂装完工，这次工程主要是以前后两跨为主，现在就等验收完成，就会拆除施工架，到时候民众就可以再次见到崭新的王公桥。18王公新桥在民国83年完工之后，历经20多年没有重整，近来在定期巡检后发现油漆有些斑驳，因此今年公路总局景美公务段也针对这座桥的前后两跨进行油漆涂装的工程，今年10月涂装完成，期待透过定期的装修，要让位在海边的钢骨结构桥不被锈蚀而造成行车上的危险。王公桥目前搭硬架的部分啊，王公桥它的钢桥的部分全长有超350公尺，那分三跨，那主跨的部分是150公尺长，那两侧的那个两边前后两边的跨距大概是100公尺。那目前的话，就是我们王公桥它是从83年竣工，那到现在已经超过20年，那它有它是钢桥的部分，那我们发现它有一些油漆有一些剥落的现象，剥落啊，表面有一些锈蚀，现在我们进行油漆涂装的工程。景美公务段表示，王公桥83年竣工，钢骨结构全长350公尺，主跨150公尺，另外前后两跨100公尺，发现有油漆斑驳锈蚀的现象，赶紧办理油漆涂装的工程，以保护钢材的结构。而主跨部分先前在104年已经涂装完成，这次工程主要是以前后两跨为主。在今年10月份完成，那目前这些硬架的部分是到时候因为还要执行验收的程序，所以说硬架是方便验收人员上下一些缺失改善的部分，那等到验收完成以后，这些硬架就会把它拆除。那看起来我们这些涂料都是防锈的吗？没有，它就是一般我们这个涂料的话，就是一般我们工程设计的那个油漆涂装的那个工，它是可以防止钢桥锈蚀。而王公桥的油漆涂装工程已经在今年10月完工，但可以见到硬架尚未拆除。景美公务段解释，因为还没有办理验收的作业，施工架方便执行验收检视以及缺失改善等工作，等验收完之后将会拆除施工架，届时民众就可以再次见到崭新的王公桥。记者廖品涵石门采访报道。